一定要现用现激活，对，加上现用现激活，千万不要提前用。来，来，这样式的啊，现用现激活，但不用担心，手上是没有汗腺、没有毛孔的。然后轻轻的打圈按摩，用一点，轻轻的打圈按摩。家人们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霜它不像其他霜，其他霜非常糊脸，但是这个霜非常的清爽，而且不油腻。刚才我讲的叫现用现激活，而且里边还有一种成分是赫某莲娜的核心成分，叫羟丙基四羟丙南参醇，就是玻色因。它加的纯度只加了30%，咱们直接加了不敌我其他的，那我就告诉你吧，直接加了99.9%，你可以录屏，家人们啊，99.9%。就知道有多牛了，所以说每次使用的时候只需要取出一小勺就可以了。对，刚才他用太多了，我用的有点多，所以说霜一定要用，因为霜是封层用的，而且营养成分非常高。哎，对，我这个手机上没有，没事，你讲，等一下我给你。所以说它的营养成分非常高的，为什么很多人不愿意用霜？不就是清爽，就是有点这个太厚重了嘛，它是非常清爽不油腻的，而且所有的营养成分全在这里面。所以说我希望家人们，每一个女人都应该有一款属于自己的霜啊，好吧家人们，好了，放在手心直接打圈，针对的就是抬头纹、穿透纹、皮肤松垮下垂特别严重的啊，可能不会用，放在手心上激活啊，现用现激活，所以说新鲜的才会被我们容易被我们皮肤的容易吸收，然后新鲜的浓度的再加微囊包裹技术三效合一，家人们，针对的就是松垮脸，年龄越大的皱纹越深的，家人们效果就是越猛。家人们，我为什么说小货省小钱，大货省大钱？我给大家看一个，但是我必须要把这个图片给你遮一下，因为我们工厂很多很多明星、很多网红也在做，然后今天的价格答应我保密好不好？因为一般的东西我都不给家人拿了，我想给家人们去看一下，别人我们家代工的什么价格，我只给你们看一眼，你们自己打公屏上，因为这太得罪人了，这太得罪人。虽然我是老板，咱不能这样做事情，好不好？咱也别提哪个网红的名字，非常大的网红，我不能提，好不好？答应我的扣个一，咱今天只当看热闹了啊，咱今天只当看热闹，好不好？我一定让大家今天拿到福利，因为你们是我的家人，我作为老板，我必须得做个样子给家人们。首先，确实很多很厉害的网红来我们家带货，能给我们出货很多，但是我不能让家人们在我这儿拿不到便宜，懂吗？家人们，我就给你看一眼，然后我马上得收起来，因为确实太得罪人了。我把名字得遮一下啊，把名字遮一下，看一下啊，价格你们自己看啊，然后你们看一下卖了多少单啊。家人们，我不是随便给你做一个链接，我给你看一下这个价格卖了多少单，你自己打公屏上刚才看了多少米，你们自己打，我不能讲啊，太得罪人了啊。来看一下出了多少单，我们唐总太实在了，1144单，看到没有？然后价格看到没有？因为我不能说，因为这个人太，因为这个是一个非常厉害的，对，他给我们工厂出过很多货，我不讲多少。然后家人们，他在我们工厂给我们出了1000多单，然后一瓶这个价格你们自己可以去看，因为鱼子有很多，鲟鱼子一年刚产一次卵，来自那个国家的，它就是很贵，家人们，它就是很贵，好吧？然后我今天给家人们的价格听好了，给我改价。好的，唐总，改价多少？199。啊？嘘，199，快给我改价！家人们给我保密，我刚才亲眼给你们看到的啊，你们自己看到价格了。唐总，因价格已经改好了，低调一点，准备上199，因为别人那个三开头已经出了1000多单了，家人们。而且今天给我拿两瓶，不是，
两瓶，家人们，399一瓶，我们199两瓶，我让你们看到糖糖是不是一件货，只有几毛钱的利润，糖糖有没有在给你开玩笑？别人是一瓶，我今天这瓶是给的，给的，家人们。拼手速，你去拍。我说了，大货省大米，小货省小米。这个确实是很那个的，好吧？咱们的贵妇姐姐，咱们确实家里面条件都是用那种大牌的，你就拍这个。我有一般的，但是既然来了，咱们既然就别小气，咱就上好的。然后，你给大家示范一下用。按摩用那个按摩仪是怎么去做的？来家人们，这个我也能感觉出来。我希望大家真的要领情，真的能用上这个，好不好用？啊，家人们用完这个之后，如果他没有你家里面的4000到5000块钱的护肤品好用的话，直接把它给我扔了。我就是这个等级，然后我让助理做7天无理由，民命险、运费险我都直接给大家安排上。行吗？好的，家人们，因为杨经理他是做研发的，对，他对我们的产品可以说他像他的孩子一样。如果你拿回去觉得这个不好用，你不是在打我糖糖的脸，你也是在打杨经理的脸。要杨经理一句话说不好用，你给我扔了，你不用退，你给我扔了。知道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多么有信心吗？你直接扔了就可以了，7天无理由，你就扔掉就可以了。就是家人们，就是。我直播间里确实有实力的阿姨干妈们，你们尝试一下，你不要觉得两瓶很少，两瓶很多了，因为这种营养很好，营养很高的东西，你知道吧？很多人为什么说这个它跟其他的怎么不一样，因为其他的品它是一瓶的，一瓶里是不是有白色的东西，白色的东西家人们，就是我只能说市面上的可能乳化剂相对比较多一点，浓度不够，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有钱人都愿意去做脸去做美容。家人们你知道，就是能生产这个机器的真的没有几台，能不能看到一粒一粒的，而且他用的技术就是微量包裹技术。我教大家怎么使用啊，然后放在手心上直接轻轻的按压，然后打碎激活，激活成这样，激活完之后轻轻往脸上按摩，按摩。我再告诉大家啊，如果你家里面有那个仪器，你知道有那个导入仪的，拿那个导入仪来给大家试一下。我也导入仪给大家看看，就类似于这种的。大宝很白，大宝真的很适合跟着我去做护肤品，因为它真的很白，它真的很白。家人们，来你自己看价格，你自己看价格，然后自己看一下这个价格，我们。某网红带了多少件儿了，家人们，已售多少件儿，看到没？我就这么跟家人们说，就是这个盒子换一下，家人们，就是这个盒子换一下，人家就可以三开头一瓶，已经出了1000多件了。今天我们拿一个，再加一个，拿回去放心用。一样一样的东西，好吧，一样一样的东西。家人们，大洋洋经理回去的时候用之前你拍张照片，不要带美颜的，就是那个清洁完洗完脸之后拍张照片，然后一瓶下去之后你再拍张照片，你对比一下子，也就是年龄越大的，皱纹越深的，皮肤越松垮的，效果越猛。然后你家里面有这种导入仪的，我不知道家里面有没有啊？你去美容院呢，专柜啊都可以买得到。然后呢，有的导入仪的话，这个正常，我家人们不要花太多的钱啊。有的卖1000多块钱，其实它的成本就是300-500块钱。然后呢，能不能听到？来，我给大家听听。然后呢？扭完之后呢，直接轻轻的打圈，轻轻的按摩，它是促进吸收的。对，而且呢，这个是涂在脸上之后呢，是给我们水乳霜精华乳液是封层用的，所以说让它皮肤在我们皮肤当中是慢慢的释放，来轻轻的打圈就可以了。所以说我们回到家里面啊，有个这个导入仪，它会效果让它翻 N 多倍，你就知道它多知道它有多牛了。来，就这么轻轻打圈按摩。送一个导入仪，家人们说送一个导入仪，大宝说送不送？这应该要送吧，就是。家人们，我后悔了，我不给家人好了。那有的家人们可能没有，那用上不是多增加3倍不更好吗？是不是？哎呦，
上一单送一个，下一单送一个。不是这个没组的。家人们说送不送？大宝今天好大气啊！我都装下来了，唐总，你别拿出来了。家人们，家人们，你们看一下，哎、你们看一下，送供应线的，看见没？那。人家一瓶399，我们两瓶199，你还送一个398，干啥呀？送了，快！库存不多。给了，有几个？还有20单。不是，我问这个东西有几个能给多少单？一共就50。对呀、啊。50个。对、啊。那就50单好吧，家人们，50单，这个美容仪给了。家人们，这是今天大宝难得给了我，今天入职给了啊，还我给了、大宝可爱，大宝可不可爱？大宝说给了，你自己来放上去之后记得导入一下，咋弄啊？对，你也要自己多用一下咱们家的产品。这个是怎么？那咋弄？压碎它，碾，拿手碾一下，轻轻的按摩打圈，然后往脸上一压就行了，然后最后用那个。给了，杨经理，来，拿按摩仪导入一下。杨经理都是怎么导入啊？怎么导入啊？就这样。嗯。哎，对。就这样。哦。对，这样。然后你的手法要是提升的这种手法就错。对。对。唐唐，要不下次你来教我吧？我不是在教你吗？不是啊，我觉得这样。那。下次以后我直接找你学习怎么样？家人们，这个美容仪可不是说你们只要用这个产品的时候用得到，是的，你们用什么产品的时候都用得到，因为它是帮助你导入的啊。对的，我给你的这个东西，你可不要光用咱们家寻鱼子的时候用，你用什么你都可以用这个去帮助你做一次导入的。是的，而且、大宝说给了就给了，今天是他的入职礼吗？今天大宝最大，对不对？是的，太给力了。来，那家人们能看到哪个国家的？法国的。嗯，家人们，我告诉你，市面上的鱼子有很多，说实话有国产的，还有不是鱼子的。家人们懂吗？有叫鱼子酱，但是里面它没有鱼子的，你懂吗？家人们为什么说有一个老铁说4瓶？家人们做不了4瓶。就是我可以做成这个形态，里面没有鱼子，我可以给你4瓶8瓶，我们说实话我们工厂都能生产出来。我说我们去帮别人代工，可能10款20款鱼子酱都已经做的太多了，但是为什么我给自己家人要用这一款？因为这个是实实在在的，咱自己家人去用，咱实实在在自己家人去用，你不用拼量，你知道吗？你这个品不需要拼量，你得实实在在拿到，确实它是这么个东西，明白吗？是，嗯，所以说我希望家人们就是为啥为结果买单，不要为堆大买单。对，真的库存不多。有句话讲，土豆白菜一车，最后9单啦。土豆白菜一车不如黄金一颗，其实就这个道理。所以说我们给它浓缩成这个样子，现用现激活。所以说涂在脸上的时候非常的清爽，而且还不油腻，它而且还给我们皮肤封层。里边大量的都是薰衣子酱，薰衣子酱干嘛的？直接进入我们基底层，给我们基底层的细胞营养用的，就跟小孩得需要吃东西，那我们皮肤，我们胶原蛋白也需要干嘛？也需要吃东西的。所以说，我看一下剩多少，还有几个了？还有3单。对，还有3单呢。因为美容仪没有。还有3单了，家人们。对的。大宝，我觉得家人们有没有觉得大宝还挺适合去做化妆品呢？家人们觉得我适合吗？那家人们这样吧，最后5个数吧。王总不行，你数吧，因为就那50个抢不到了，没有。来数5个数。5 4 3 2 1。家人们，这款产品库存不多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款产品是给咱们直播间的富婆姐姐、贵妇姐姐们准备的，就是你确实用过很多好东西，你觉得一般的东西咱看不上啊，所以说这个库存可能没有那么多。我们也无所谓，其实几十单呢咱少贴点都无所谓，因为单量不大，你知道吗？因为这个确实太贵了，
咱少贴点没什么。太贵了。对、这个、你这个要是真的出个一两百单，我也挺痛苦的，出个几十单就可以了。家人们，这个出个几十单我已经很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品好多好多人拍过去都是送礼用的，真的自己说实话也真舍不得用。但是我希望家人们，我希望家人们拿回去之后真的要爱护自己的脸。有句话讲，要想别人爱你，你得先爱自己。我希望把它涂在自己的脸上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皱纹一点点变浅，一点点变淡。年龄越大的，皱纹越深的，皮肤越松垮下垂的，越用它，好吧？那个什么，给我拿个乳过来，给我拿个精华乳啥的过来。那你怎么还全套啊？这个可以？那你肯定的呀，你霜来了，你整个乳。这个已经家人们。有的家人会说那个乳那个这个霜我可能不敢天天用，因为营养高，然后或者是感觉说怕脸不够水。那我给你们整一个水的，整个胶原蛋白的吧，好不好？不是，你这大宝你来挑，展厅这么多东西你来挑一个，我带大家去我们展厅转转吧。你们想要啥？我带你们去转转。啥？你看上啥了？不是你别拿这个，这个，哎呀我的天哪！王总，你是真会教人啊！你要啥？你是真会教人啊！你是真会教人啊！这个呢？你问家人，今天大宝说的算。哎呀我的天哪！家人们的，你知道咱们这个怎么样？家人们参与我头上的福袋啊！所有进入直播间的家人们，你们想要洗面奶，上去抢洗面奶就行了。对的，福袋里面我送给大家洗面奶。不是 你直接去参与，你今天晚上在我这儿看直播，你大概率都能抢到这个福袋啊！福袋里面就是洗面奶，洗面奶今天糖糖不要米米，就是给家人们放个福利啊！你们就大胆参与就可以了啊！不是王总，你是真会拿呀！你怎么把这个咋了？这个咋了？你得把展厅的卡 C 位的。3280。啊，我没看价格。大宝选了一个，给大家炸一个吧。这是代替水，代替水乳的。代替水乳，而且是可以啊。家人们，你哎呀妈，我都没看价格。那大宝挑了这个就来这个吧，好不好？我的天，家人们，你知道。577。家人们，你知道工厂来，因为咱工厂呢一直在接很多很多大单，包括国际品牌的，包括那个比方说赫什么娜的 SK 某兔的，都是在我们做一些订单。你知道他们来到这之后，看到这个时候，他说你在变魔术，然后那个人特别较真儿，他非得去我们那个专柜的，就是有一条生产线，专门是给那个国外呀，包括我们那个国内的院线一些连锁机构，他说我得随便抽拿出来，拿出来之后，家人们，你知道往他一对的时候，他在说变魔术。来，接下来一会儿我给大家变个魔术啊！希望大家我全程看看杨经理怎么给大家变魔术，我全程不离开直播间行吗？家人们，他是干嘛的？他是代替水跟乳的，也就是洗完脸之后直接涂它就行了。我问大家有没有皮肤松垮下垂特别严重的，有一种皮肉分层感，特别是年龄越大的，其实就一个原因。为什么有那么多皱纹、抬头纹、川字纹、皮肤松垮下垂那么严重？就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。它是干嘛的？它就是补充我们胶原蛋白的。来，我给大家看看盒子吧。来，我给大家看看。补充胶原蛋白的。它是胶原蛋白套盒。来，我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魔术吧，好吧？那这个是啥呢？我们收到货是两瓶，这一条激活液，它在我们院线专柜也能卖个1000多块钱，还是可以的。但是这里边所有的营养成分全在这里边的。家人们，你知道为什么你们使用很多水乳，为什么感觉上午使完了挺舒服的，但是一到下午的时候，你发现你皮肤变得暗淡，没有光泽，而且隔三差五还得喷一些东西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不吸收。今天我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真正科技的东西。我说不是魔术，这叫技术，这叫激活液啊。这是什么？这叫激活油，不要小看它，家人们。你们别眨眼啊！不要小看它，它是跟我们瑞士一家抗某衰机构共同研发的。接下来我给大家看看什么叫做牛，什么叫做技术。来，每次使用的时候打开之后呢，我们这块有个小箭头，我们也需要给它掰开啊。家人们，你们回家也这么用啊。那杨经理教你们用一下。 我全程不离开直播间啊，要不有的人较真啊。我们这款产品是用香水瓶做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这款产品很精致，然后我就说咱们
咱们不用普通的瓶子来做，因为这款产品又高档又精致，所以我们是用，你看到没，是香水的造型，是用香水瓶做的。看好了啊，先看一下这个啊，来，家人们，你知道瓶子花钱就可以，瓶子花钱就可以得到的，但是这里边的东西可不是说花钱就能。